蛋宝们，蛋宝们，有谁跟我一样一直在期待奥特曼的联动皮肤返场？今天终于等到我的小迪迦返场啦，哈哈。OK fine， 让我看看，这次总共返场了四款皮肤：迪迦、赛罗，还有泽塔和一只怪兽巴尔塔亲人。除了迪迦，另外三个都不认识。不过小怪兽的还蛮可爱的。前四次抽奖五折的话，抽一次是20元币，并且前四抽内是必得一只奥特曼的。哎呀呀，我就想要迪迦，让姐试试手气。第一抽20个学员币会是什么？干嘛洗牌？一个动作，好贵一个动作，心痛心痛。第二抽是，贝利亚红红配饰是吧？应该是奥特曼拿在手里的武器吧，不太了解。三抽依然是20个学员币，奥特曼不会给我保底吧？哇哇哇，抽到的奥特曼是迪迦，哈哈，迪迦奥特曼好帅呀，嘿嘿，终于是圆了我有迪迦奥特曼的梦喽。不过这只小怪兽巴尔坦星人也怪可爱的，就抽一只吧，如果抽到的是其他奥特曼就不抽了。最后的一次五折抽奖，会直接出迪拉修姆光线，又是动作，下一抽就要40个学员币了。哇哇哇，好贵一次抽奖。但是我的小怪兽，算了，我不得学员币套不着巴尔坦星人，来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小怪兽，哼哼，大古，你的神光棒都赶上你贵了。算了，还没出货就只能继续抽了。神光棒，这一次能不能帮我召唤一下小怪兽？哈哈哈，这神光棒没白抽呀，还是蛮有用的。哦吼，我的小怪兽，可爱的嘞。好啦，这次的抽奖就抽到这喽，后面的抽奖都太贵了，而且还有两只我不认识的奥特曼，他们没兴趣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要带着迪迦去找蛋搭子打巅峰去了，拜拜。